我感觉这张图应该也是怼怼乐的。有你们好什么情况？怎么叠了一下？就是怼怼乐，确认过眼神。这个是你说啥呀？怎么可能这么怼啊？怎么可能？老外做的，哇，下坡还，哇，这里有点长呀，哎，飞了一个，我避走了，哎，我开局天秀啊，你们这，完了，我们是地下。为什么他这个是三神的互怼图？我不知道啊，但是他为什么还能换变啊？这是对三神的。哎，坦克别，别啊，坦克！堵住，给他堵住，堵住！哎，回去了，堵住！哥，哥，堵住！哥，别什么？别激我小布啊！小布，我倒数小布。完了，完了。我逃了，没了，那没了，没了，逃过一劫，我逃过一劫了，我。杨瑶为啥是地下人？我也是。靠右，靠右，兄弟们，靠右，靠右，求你们了，靠右。别，我倒数啊，大哥们。立哥，快点，让我帮你不？五二还怼。来啊！我去，把别压了。没了，没了，没了。在哪？你压我，然后我在哪儿呢？你给我走开。我压错。我们复活在地底下，给我等着啊！那我没了，我轮呢？不是，不，我轮怎么没了？我前左前轮没了，我厉害了，厉害！李哥在哪？哎呀，啥没没了呀？这李哥在哪？真的是好，我来了。哎，为什么他这张图可以做成三十个人的换变啊？对呀、啊，不知道呀，他那怎么做呀？他只有十六个人，后面的人全部在底下。啊啊！就还是啊，我出。哇，崽子别了，我都一个点还没过呢。超跑无人区，我来了。哦，差不多了吧。别了，压了。哎呦，终于到我报仇雪恨的时候到了。我控制不住。这上面怎么有个人啊？这上面。走，我们去点。哎，悟空，来救我们！这谁？我怎么丢你？让你们压我！让你们压我！让你们压我！啊，李哥，你这样干嘛啊？李哥。好呀。你咋了？哇，你们两个，求你们了。又卡复活了，这能不能别卡复活呀？哎呦，还压不压我？我可没把你压炸。你啊，你没压炸，但是你从我头上过去的，没啥区别。就这吧，就这吧，挺好。轮子都过。李哥，你是妹的李哥。哎呦呦呦呦！怎么接着队友就来了？哇！挨到人家的，人家被挂下去了都。哎，没救了啊！没事没事，我还有救。我救不了，都轮没了。你们一个个把我怼的。不是，这有个怎么这么快的，直接就接对面影了？大哥，别爆啊！哇，这谁？完了，我感觉我没了。自杀哎！一个都不遵守，这坦克无敌啊！这坦克，先追魅影是吧？啊，先追魅影，打我！怼他，怼他！完了，这一死卡不我啊！让他走，没办法，这怎么做的呀？他这个，我也想做这种，没用，你只能说科技使人进步。亚姐，你这个真进步，亚姐！小布，你开路啊，小布！哎呦，狗哥，十六个人后面的六个人全部在底下，在地底下。这谁又撞我？你给我等着！悟空，浮流。谁飞机过来叫一下呀？谁飞机过来叫？有真毒啊！还说我毒呢？算了，挂机了，挂机了。我刚才死了几次啊？你们自己说。哎，我就怼了你。你有我惨吗？我出门没多远我就炸了。哇，都来了，都来了，怎么还有坦克？
哇，又来了，大哥！别要我，别要我，哥，我错了，我错了。哎呀，别！完了！哇！人又没了！哇！哎，有！压机，赶紧走啊，压机！哇，这个太恐怖了，这个！哎呀，小！骰子你不行啊，骰子你搞不过坦克吗？搞他！我肯定搞不过啊，这小轮车。搞他！我跟着大哥走，真的。他掉了吧？他往后滚。哇，我别呀！看你干得好！老妹在哪？老妹，我还活着呢。你早就说的坦克是很稳，小波，别！哇，点脸上了，别喷了，我你。你们给我等着，我跟你们说。我二一个，悟空一个啊！我点脸上了，还说我压你们，我压你们就活该，我发现。干的屁呀！我来了，你们给我等着。来嘛，你哥，真的来嘛，来嘛，兄弟，你装得赢我吗？来嘛，来嘛，战友。哎呦，我操！变成小绵羊了，变小绵羊了。哈哈哈！哎呀，你又回来了。我就回了。哎呦，怎么欺负你们吧？哇，我们垫底了还撞。哇，这小绵羊怼不过，谁都怼不过。你怎么有小绵羊了？太快了，跟着悟空走。第七个点是小绵羊，小绵羊凉了呀。悟空还撞。我那个一级是谁？我前面那个一级是谁？压机！悟空！哎呦，这谁呀？你在干嘛呢？给你哥撞回去，快点！好。你们这是要送我回去啊，骰子！撞他！哎呦，哎呀，二零五八！别等我，我这个尖锐病我马上就来，我跟你们说。哎呦，我还有大哥啊！别怼了，我求你停一下，会死。哎，哇，邪魅魔法，你服了，拜了车。啥情况？我压死了，快点，上不上手啊？怎么老给我掉个头呢？哎，我怎么死了？好烦啊！我还是改过了，他就给我自杀了，很感谢。飞，我飞不了头，好飘我。哎呦，这个不好开。真命掉不了头，好吗？掉不了。我要跑题。一群毒瘤，我来了啊！悟空。那我现在完了，砸回来！你撞我干啥呢，小布？这点脸上了，没了，点脸上，我下去了。故意刷我的。哇！那没个吧？哼！那个小布给我开道，你看，你们俩撞我。撞他了！小布给我开道，对，小布干得漂亮。怎么你怎么自己起飞了？哎呦我！哎呦，这我刚才就这掉不完，他掉头了，对，复活。高高兴。你干啥呢？怎么还有坦克呀？我的天！哈哈哈！你往哪飞啊？你这操作我没看懂啊！压住！啊，这没这没！我轮胎没了，别压我了，我要死了！哎呦！我不想再复活了！别！哎，我不想复活了！这都啥呀？怎么啥玩意儿都什么玩意儿都有啊？我啊！李哥，你怎么钻裆？李哥，你我干啥？你钻裆干啥？我这跳啊！哎，我马上要攻击那个！哎，狗哥，别怼了，就是妹爷，我没那个了，我没那了。哇，这谁？我打！你别把我顶的掉个了个头啊，掉个头就得那啥了，复活了。哎呀，这谁大傻猪？我快死了，我再死又要发复活了，有人救我呀！下去。给我开大，给我开大，往那边狗。哟，拉狗拉死他！别大哥！哇哇，这坦克，哇，这坦克厉害，这坦克鬼畜。哇，哎呀，上面又有人打。
我都倒数了，我倒数啊！这坦克怎么了？这坦克怎么了？我怎么你们都在倒车啊？你们复活呀？我掉不了头，我复活了。现在没有掉头的话，就没法再掉过来了。哎呀，再复活你们！哎呦，这真的逼我刷普，我不是故意的。我们得手得回了。哇哇哇！又卡普了。你们没了，你们没了，你们欺负我的都没了，你给我等着都。阿俊，你太毒了。没了。哟，几个都跳台摸宝了。刹车！大佬们靠右，靠右，靠近！完了没？我给我开路，李哥。乐美别！你飞，少年。哎，等乐美，乐美应该提没摸宝。没有，我还是越野车的，我刚过来。你飞压线，我有。我靠！大傻叔，你干啥？大傻叔，你干啥？干嘛去了？我看能不能怼得动。哇，这大哥来了！哎，我好不容易躲这么远的。哎呦完了，压机来了！别！我不要回去！别！压机！哎，拦住！哎呦，你那没拦住啊！李哥，你给我等着，我跟你讲，一会儿我可以再找你秋后算账啊！你这个吉普车这么能撞？我还怼你一下，我都快跑了，我被打掉头了。后面是谁？我爸去，我爸，来我，我爸求情。我哎呦，还好没被送回来。哎呦，趁着这会儿没人。有龙宝开路在哪了？有了呀，这是。哇，小绵羊，秀啊这！你跟你毒瘤，不行吧？毒不了，受不了，下。负的凉了，我感觉。凉了，过不去，我的高尔夫起火了，我的高尔夫起火了。我大哥！压线，哎呦！哎，没事，安全。还想撞啊！这都是小绵羊了，能过了，挂不能过了。这边都是小绵羊，能过挂。哇，这波帅！我这倒数这个名字和稳定要被你们怼的。哇，帅！给我踢起车，给我踢起车。哎呦！对，亚军干到再怼再怼。哎呦！给我踢过去，亚军快给踢足球给我。下了，亚军给我踢足球。哎呦！跳台魔宝是奈何不了这个小摩托的，控制不了我。快乐车来了，回来了，人家都冒火了，大傻说你怎么没飞起来啊？我已经没动力了，我已经。好，可以，我没动力，前面我把。哎呦！飞姐，快乐。你要怼我就直接说，大傻叔。小夫人呢？小夫，你掉了吗？悟空，你看我后面变的，来嘛，起飞！哎呀，快乐！哇，李哥怎么第二了？为什么轮胎烧起来？轮胎着了。你没了，李哥，再走一回你就大了，你隐形自动熄火。别呀、啊，这个是马二零，哎，不一样，这小红灯要起，哎呦，搭一个路呀、啊，李哥，哥哥回去，哥哥压线，对，你刚刚帮着我，你们刚刚都欺负我的，我跟你们说。哎呀，对，你刚刚帮着我。这谁给我怼飞了？是时候报仇雪恨。傻叔别怼了。牙齿啊！看我！哎呦，这吉普车就是厉害呀、啊！哇！我拉了吗？没有，被你们怼到炸！我被这个尖兵兵怼到了。来，看飞机走前面。骰子，你走前面，我掰滚的舒服不？骰子。快，你们靠右吧！对呀，终于没人了！哎呀，终于过了！哎呀，你个牛逼！别怼我，李哥！你个牛逼！完了，高尔夫是真的难受了。你个牛逼！真的难受了，高尔夫。回去玩。
迪哥牛逼，不能老让你们爽啊！开始撕逼，迪哥开始怼人了。迪哥复活，迪哥复活，掉不过去头，那里面怎么掉头？哎呀，回来！李哥今天没被怼自闭，所以他开始当毒瘤了啊！哎呀，我就没了。牛逼！五二五二出去！哎，悟空出去！五二五二出去！五二。我被怼得好惨，他放高尔夫这辆车就等于说要被欺负的，就跟狼人一样，但是比狼人好一点。别的你哥复活，你杀复活，我刷什么复活了？我刚刚才过来。我又这波，到底来讲有点秀啊！啊？秀啊！你赶紧，我是被怼的。但是我没速度了，好不容易到洞口，来吧，好，谢谢兄弟，没完没了，小顾，你怼过去啊，你走得太慢了，狗哥，你点脸上了，别走了，别点嘴上，点脸上，真的点脸上了啊，点脸上把你哥把他杀了，真的是过分了，点脸上不要撞，你点脸上你就别撞啊，你那真的下手太狠了，小布，哎呀，这个不是说这个车谁都死了，我们出于那个你知道吗，人道主义原则，点脸上不能那啥啊，点脸上被他怼了，压制真的是什么点脸上啊，压制那是压制离得好远的，压制就出了那个广告就别怼了，对，出了这个对，以后就别撞了，闭走，来给我装个闭走，你哥 FG 我看到今天让你哥舒服了，我当不是在那里过，没有你哥最后面就刚才我不应该让他过来。F1，谁呀？哎呦，你背他！快点，F2，乐美在后面追打脸了。我不要你了呀！你在喊我。乐美就在我屁股后面，快走！然后闪现一人一边。啊，乐美呀！哈哈哈哈哈！哎呦，挤不下，挤不下，这不走啊，没得可爱。我。哇！玩的不是火状男玩，完了我掉头了，太过分了吧！啊，这我看你是被尖锐命影怼的，不，我不知道什么情况啊！拿下手，拿下手，拿下手！我保护你，跟着我走，我保护你。牛逼！哎呀，这 F1 太难受了！我要打太难受了！我看这谁啊？什么？哎呦呦呦呦！掉头，走。太难受了，我都回来四次了，我终于前进了一个名次，太感人了。八百，排球啊，就是。看到李哥了吗？针对李哥，别让他过了。我已经是二十四了，为什么这么多？我只能刷复活了，我这被怼那啥就掉头了，我送你出去玩。还说怼我，还是喷我？你这个真的为了名次，别了针对李哥，我今天。要为了名我掉个头，我没办法，我只能出来，要不然天真背影掉不过来里面。李哥，你没有快的，你说我大鼻孔。操你妈！乌拉美！是不是又来？大鼻孔谁动？我跟你说，当时第一开始那一波，我给门口撞了，碰了好几个人。哎呦，李哥，李哥，等等，李哥，我一看路，李哥。哎呀，我在踢足球啊！哎，爸爸，当足球踢哪了没啊？这是死了！哎，李哥被戴伟杀了，怎么被我杀了？他自己自杀，小波，你看见没？小，你更杀！这没开路了没？可以。再来！呀，姐，哎，我都自闭了。我们怎么搞这么大？一个 F 一的加水，我操！放的 F 一，这么大的车，这么大，天罗宝，各位开路，来来，我跟你走，跟你走，跟你走，快点走前面，天罗宝，我也是的，走，你们俩走前面。哇，你这个，还超的，小狼怎么超了？哎呦，把兵准备，哎呀，过来了，我也变成尖尖，别小波，我跟着他们俩走，我也来开个大。这小黄车可以，小布走啊，小布走，直接走，往前走，我在前面，大哥等我啊，怎么没撞过啊，哎，他上台他那个刚才对手哇，怎么这么多的那个
乐美真来呀，乐美！我已经出来了，安全。出来了，你没出来，我相信你没出来。我出来了。是吗？我真出来了。我都过来了。都说了，出来了以后不要怼。哎呀，还跑，不得跑的啊！这不是白给你说了，李哥。你那个及时点的好不好？你那个。我真的。哎呀！别揍我呀！不快走，走路。哎。五二，你这样一会儿毒瘤来了，我们会没的。那尖端兵一来。小波啊！怎么失控啊？打了！妈呀！你们那几个车在那怼啥呢？真的是！怕了关我！是不是追不上那位啊？我的车速！完了，又是那个叫啥？跟着我走。你跟着我乐美，你牛逼！乐美你呀，你看这乐美还冲我，看你看乐美这个，他小波上飞了。小波死不了，我知道他。哎呀，你俩这万一会死呢？哇，这个怼不动。押金开路，押金。乐美牛逼！你干啥啊？你这我是在凑凑啊？押金牛逼！乐美在前面开路。后面有高夫啊，小波。他的高速乐美，我你非常炸了，第十七个点吧。不行啊，这个怼不过这个。这个啥来着？这个车叫啥？我忘了啊。哎，刚才掉了。哎呦，哥们，你帮我打翻呐！怎么在下面啊，小兰？我怎么看到小兰在？在下面。这可以喷火的那个叫车叫啥来着？狙击，对对对对，怼不过这个车。押金差点把我玩没了，押金。等会儿，我跟你走。小布跑你快呀，小布。等会儿，你等会儿我。走。小布开高尔夫挺快呀。快啊！我要死了，你别说了，你坐别人开。没事，他们怕你的，快走。现在你是我大哥，真的。我冲进了。吓我一跳。爹脸上那是几次了，我真的。爹脸上。我努力了半天，我才前进了两个名次，变成第九。拜拜。哦，你又好车了，哎，这李哥比我快呀、啊！公公，你真追一下他，公公。那我后面一直追我。你别凉啊，亚姐，你稳住啊你！你别！你别！如果我在前面跑得比他快，哎，还好呀，舒服了。他跟我同样的车。怎么又是高尔夫？没刹住，哇，这是完全没刹车。压低，哎，李哥，这这得走，找个大哥，对对对。这不告诉大哥，找大哥了没？啊？这么快就走前面？是谁呀？我找哪走前面找大哥啊？起飞了，哎，我飞了四次了。有没有大哥带一下呀？有啊，大哥。狗哥呀！好李哥了，吓谁呀？你出来就别怼了，你出来真的，你别怼就可以追得过去。你们是点了的问题，我的嘴，你哥，乐美回去，哎，回去回去，哎呀，我叠脸上差点没推过顶下去了，太过分了。李哥呢？我看我来喝那李哥。李哥，你们发现了没有？你们不制止他，他就膨胀了。哎呀，我叠到他，没怼到。制止他。安排一下，哎，跳台魔法，他变跳台魔法了，跳台魔法也可以安排的，安排嘛，谁怕谁怕，来嘛，安排，哎，对了，谁怕谁怕，大老哥，你也有，别撞了，别撞了，出来了，别撞了，我这是高尔夫啊，都吓得都结巴了都，放过了谁，悟空，放过了，差点你给我怼没了，出来了就别撞啊，放过了谁，哇，放过了谁，哇，好爱好爱。当天饶过谁？糟糕！过了哪分走？你糟糕！哎，你这是乐美，中间先生，你他喵的！哎呀！谁？他打出去了！哎呦！哎呦，没怼到你！中间先等一下，别那么快，再哎。
悟空来，我们左右悟空。好、哦，开路，跟着左边。老北，给我开路，老北。来个足球棒，来个来个压技，好了，还行还行，哎，他那个压技干得漂亮，那跳的魔法水弄这个底，好，好嘞，我真的不能用说呀，看一下，还有自己钳子，哇，我还得背背板地的，哎呦，李哥啊，都又像我呀，啊，就啥？哎，快乐车！不完赛，不完赛，哎，不完赛，完蛋了！完事了，大佬，不用完成事了，我就还有一个点，啊，我怎么走过去了？我是在泥地下的。啊，又被送回去！哎，我开车速车速有点快呀，我的车。哎呀，哎呦！亚姐学一学这张图，真的，你看人家怎么说的。别死哥，高尔夫没人选。没那个科技全是人吧，哇，亚季怎么死了，有那个什么下面的啊，他是谁呀，哦吼，复活复活复活，大复活大复活，倒霉掉头，哇，什么就是这个车，靠右靠右靠右，是谁靠右，完了，谢谢谢谢，结束了，就完事了，没意思，可以了，时间刚刚好，对，时间刚刚好，半个小时，我喜欢这种的，给个完赛的机会，怕就怕那种一怼四十分钟了，还感觉遥遥无期，对，还感觉结束不了，那么哎喊你大哥干啥，前面的水靠右，我看你在那个外面上面那个频道啊，怎么在那边，你眼神不好使啊，该看眼科了，小哥你在说话像吗，哇，我听你这干啥呢 ？F1 在这互怼呢。回来怼人呀！回来，回来怼人。每个完赛的机会。我二今天没自闭，李哥今天没自闭，我差点自闭了，开局。我刚才那一波撞李哥了，我不应该撞他的。哎，那没老六呀，稳稳的，真的。你让他干啥呢？你看你让他过来了，他膨胀的，他都认不清自己了。我刚才第一个直接撞他了。第三应该是我。